好商品跟好商品其实就是一个观念，其实这个东西要重视，很重要。然后你看我们的四大学这边大家都很清楚，这边我只是讲说哈，我们本来都要花的，不然都要赢的。你看生前契约就好，生前契约这一部分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保单嘛。我常常讲说，其实我们不用讲内容，就是保单就是一个往生服务险的特约保单，对不对？你用财富保险理赔保险金嘛，对不对？生前契约理赔偿往生的服务，当需要的时候一通电话服务就到，就是预约一个服务团队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而且每个人都一定用得到，100%理赔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是预约一个服务团队的一个概念。而且我们常常说借力使力不费力，就是运用资源。请问我们需要人需要去耳食而礼仪吗？需要有带天命吗？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叫你三更半夜去殡仪馆，你敢惊死？哦，惊死！我惊死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哦，其实就这样，就是运用资源就好了，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四大权，你看那个我们的商品，我们这边在常常在有人就问说，啊，现在是传直销吗？其实我常常讲说，我们是只传不销，真的。其实在深圳你需要去卖很多的保健食品嘛，你需要去了解很多很多的商品的内容，商品的专业嘛，你都不需要，只要懂得借力使力不费力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其实让利给我们的每位的股东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前契约是市价183,000，然后我们可以178,000，因为你是股东，哎，因为你是股东，所以你的45,000折抵之后，1,000块公司帮你付，你的尾款也是因为你是股东，所以你才能够使用到的时候再来付尾款，还能更低。所以股东有没有很棒？有，来给掌声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呢，透露利益。